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。贺子带人化妆成土匪，劫持了新四军的物资，故意留个活口回去报信。沈英杰一时大意，自以为戴遂昌被保护的滴水不漏，擅自带人赶去追剿土匪，中了鬼子的调虎离山之计。返回湖山途中又遭到了贺子的伏击，差点被炸身亡。野田义则趁机带人混进了湖山镇，声东击西，轻而易举地击毙了戴遂昌，并炸毁了关押室。殊不知县委书记关双月深谋远虑，提前将戴遂昌调包，那个替罪羊不过是个死刑犯。给我守住后院，没我的许可任何人不许进来。是。而且要不分昼夜进行巡逻，任何人不许接近后院。是。来，跟我走。沈科长。沈科长。大鹏。狙击位置选好没有啊？都选好了。好。他倒挺自在。这个臭汉奸要敢捣蛋，就给我揍他！明白。别揍坏了。是。沈科长，那我干什么呀？女同志凑什么热闹啊？哎，这样，咱们保卫科每天都有那些老百姓来告状，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归你负责。你瞧不起女同志？王莹啊，你别给沈科长添乱了。关一个汉奸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关书记，小题大做了。哎，英雄所见啊。哎，张连长派来支援的部队一会儿就到了，你呢负责协调行动。没问题。哎，爸爸。好。爸爸。哎，小敏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炖了肉汤，来。哦，你过来过来。哎，来来来，我帮你拿。快，还热乎着呢。那当然。哎呦，我看看做的什么肉。快趁热喝啊。嗯，好香啊。真香。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女侠，这可是新四军的货，不能抢啊。哼，抢的就是新四军。ゼロこそ、と山本君、もう始まったよ。俺たちの出番だ。行くぞ。振东在响枪，怎么回事？小陈、大顺，跟我去看。是。哎，科长，这儿怎么办？哎呦，这儿有你哦。
我估计啊，就是几个土匪在打劫。你守在这儿，我呀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啊，这。到底哪个谁？怎样来那样？真不要了都，现在在四路回到那营。嗨！保护戴随超，王莹同志，你亲自看看吧，这前后左右被我们围得像铁桶一样。肖子平又联络张连长去了，再有部队在外围为我们保驾，这戴随超还能飞喽？那这样，土匪的事情我去处理，你绝对不能离开这儿。你去处理？嗯。哼，我拜托你，你是想被土匪抢了去做压寨夫人吧？走。撤！撤！撤！沈科长，沈科长，来，加一个，加一个，好，加一个，好，加一个，加一个，好，你，好吧，加一个。下一个，鶴子さん、これからどうする？シナさん族はヘイターを殺すだけではない。馬車一台残す。残りをこばせ。行動の目的は敵の地を揺ひばす。野田に協力。戻るでろ。戻るを沸かせ。はい。はい。那边的山坳里，这是谁？这个就是新四军保卫科的科长沈英杰。原来就是他。土匪有多少人？四五个，领头的是个女土匪。女土匪，走，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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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好。帮土匪抢了货，还杀了人。小陈，大顺，到，仔细搜索一下周围，查查这帮土匪的来龙去脉。我陪他们好好玩一玩。是。是。你进去吧。是。王莹，关书记，沈科长他怎么了？他擅离职守，不管戴随超，抓土匪去了。
走，看看去。嗯。冲锋枪，调虎离山，中计了！小陈、大顺，快快快，回虎山！是是。去，调调调调！关书记，张连长答应支援我们一个班，待会儿就到。关书记，你看还有什么需要加强的？沈英杰回来，我得好好训训他。我有要紧的事，我先走了。是这里吗？是的，戴军，这里就是保卫科的后院，戴遂昌就关在里面。李弟，按原计划行动。是，太君。我给他过多死了，他爱你苦死了。要做苦死大多，做小的把门西大。嗨嗨，好的，花姑娘的。阿西梅。嗨。沈科长不在，你们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吧。你做不了主，就把你们长官叫出来。哎，大家冷静一点，大家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哎，长官，大家冷静一点，老乡，大家听我说。有行动。真的不在，他是不是不想见我们呢？他是不是不想见我们？没有，我知道，长官在后面，我们到后面找长官评理去。走吧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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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少管闲事，注意警戒。是。守住大门，你跟我到后院。是。来，都跟我走，快。枪！枪！快点！是。保护戴随成，给我打！许昌，我立的。他们是鬼子，就是啊。王莹，家连长曾源怎么还没来啊？快去看一下。是，你们到院里安全的地方去。走。快走啊！走啊！Thank you.
野田君、戴遂昌を撃ち殺した。確認した。はい。敌人的增援到了，中岛就快顶不住了。抱きつけ、はい。昨日の兵士はダメだな。力をかからずで果たした。銃なんていらない。俺の刀で十分だ。野田君、戴遂昌の死亡を確認したか。判断力を疑う気か。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ない。以前のは。訴訟に戻って酒飲もう。俺の誇りだ。よし。待て。野田君。虎山から撤退する前にもう一度確認したい。戴遂昌が本当にしたか。どうすれば信じるんだ。じゃあ先に休んで、配信に来てくる。よし。どうしても信じないなら、じゃあご自由に。高富海。我们走。啊。お前らがひどいんだ。鶴子さんはすごい女だ。納得する？石英姐，给我站起来。关书记，是我失职了，你处分我吧。处分？处分能让戴遂昌活过来吗？我一再叮嘱你，戴遂昌很重要，那是用我们同志生命换来的机会。王司令后天就要来审讯，敌人是轻易不会放过他的。你倒好，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，以为自己本事大得不得了了是吗？啊！松懈轻敌，严重低估了敌人的凶险和狡猾。给我来。
自以为是的家伙，高福海，你快点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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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好？就讨厌你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。听说呀，上次啊，爸主，啊，太君，我不感冒。快点！谁说不是？可不嘛！哎，你看，哟，大妹子，是不是刚成亲呢？就是，是，刚成亲，还不好意思呢。太君，是你让我抱的呀！把门打开。是。关书记，你把我关在这儿，我会好好反省的。谁说要关你？你自己看看。这个臭汉奸他还活着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去追赶土匪的时候，王颖来汇报，我就到保卫科看了。当时我非常担心，我就让小郑悄悄地调了包，把一个已经判处死刑的杀人犯替换了戴遂昌。哎，关书记，你还真是神机妙算啊！哎呦，我服了，还是你老谋深算。沈英姐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吸取教训，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侥幸了。哎，是是是，关书记，您放心，只有蠢猪才会吃了亏不长记性。在没有找到更安全的地方之前，戴遂昌先关押在县委大院。还有，他没有死的秘密，只有我们在场的几个人知道。一定要保守秘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戴遂昌之事有何进展？若贻误时机，后患无穷，务必立即行动。站长，这简直是催命啊！丁麻子呀，丁麻子，都怪你，到嘴的鸭子噗飞了。站长，我这也差点没了命啊！你们倒好，躲在家里说风凉话。老子也没闲着，正在找江湖杀手屠龙。只要他肯出手，戴遂昌就逃不出我的手心。特派员，我回来了。去。屠龙找到了？没找着。这家伙来无影去无踪的，我上哪儿找去啊？这才叫高手，独行侠呀！你以为他是摆地摊的，一抓一大把啊？那这屠龙也太邪门了。不露脸怎么做生意啊？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他有个情妇，住在城南祥和里。我去了，那全是女的，谁是谁呀？蠢货！我们去找江南浪子，这个人号称师奶杀手，对付女人他有一套。走。哇！哇！为了防御鬼子再次偷袭，新四军驻湖山的部队紧急抽调一个排支援保卫科。立定，有军。张连长，沈科长，我觉得这波鬼子很不一般呢，像是特种部队，对付他们千万要小心。除了郭排长这个排，还有两个排可以随时增援你。太感谢了，沈科长，请你安排任务。嗯，郭排长，这儿已经暴露了。戴遂昌不能再关在保卫科，但是你们大部分人要留在这儿，虚张声势，迷惑麻痹小鬼子。哎，保护戴遂昌三天是黄司令的死命令，小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扛过这三天。是，全体都有，都站。
高福海啊，你上次说戴遂昌有窒息性哮喘的老毛病。太君，你说的是啥？就是突然窒息。啊？就是突然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戴遂昌他很害怕一些东西，特别是阳气。他一闻到阳气的气味，他就立马喘不过气来，脸色刷白，两眼紧闭，像死人一样。这个时候吓人的很呐，他就必须打那个急救针，要不然就很危险。这就对了，证明他对阳气过敏，阳气会诱发他的病灶。太君啊，你怎么突然提起这个呀？到时候你就知道。高富海啊，你是戴遂昌的侄子，对他的情况很了解。嗯，以后我们的行动就要看你的了。嗨嗨。戴遂昌的情绪很不稳定，你要多留神，尽量满足他生活上的要求。我知道了。增援的部队已经部署好了吗？都已经按照商量好的意见布置好了。嗯，戴遂昌秘密关押在县委大院，增援的部队就留在保卫科虚张声势，要绝对保密，否则的话……哎呦，关书记，你放心，同样的错误，我不可能犯两回啊。韩星，我的计划你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消灭戴遂昌，成败在此一举，有你做侧翼，我就放心多了。侧翼没问题，可是你们不能让我暴露。当然，冈村中佐那么器重你，将来你还有大用场。我们的计划非常严密，这点你尽管放心。谢谢冈村中佐的栽培。你不宜久留，先去吧。哎。小白脸，来！玉树临风，快来征服美女啊！你给我滚开！起来！你起来！
想不到我江南浪子情场得意，一世艳名，差点让这个老巫婆毁老子的名声。你不是醉了吗？哼，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知道，电面灯。干什么用的？我的衣服不用它。哼！再见，帅哥。原来是重庆方面的。喂，喂，左白云先生，你是谁？你派来的那个小白脸儿也太差劲儿了。想到你的人素质那么低。屠龙，你是屠龙？听说你要找我做一笔大买卖。是。可是你的人不懂老子的规矩，到处找老子，还敢动老子的歪脑筋，老子已经把他给做掉了。不好意思，屠龙先生，我是让他来找你的女人，没让他来泡你的女人。他不懂规矩。活该。说说你想怎么办？咱们见了面，当面谈。特派员先生，老子从来不见外人，有什么事华小姐可以全权代表我，你就找她谈吧，不然你就另请高明。行，这笔生意啊，火烧眉毛，刻不容缓。只要这个生意能做成，谁来谈都行，都行。半个小时后，父亲查路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特派员先生，老子警告你啊，别犯了老子的规矩。你只有一个人在，胆敢玩花活，小心你自己的脑袋。是。还是特派员面子大，这屠龙都自个儿找上门来了。哎，狗日的江南浪子，我跟他说不要去泡屠龙的女人，他偏不听，偏要去泡，偏要去爽，结果呢，爽歪歪了。帅哥，他早晚他都死在女人手里。赶快准备去见屠龙。俺も行く。いえ、俺は様子見だけ。人を殺さない。全部殺したら、飯はどうすんだ。密かに入り、奴らを抑える。行くぞ。
只要你给我们做饭、烧水，皇军是不会杀你的，明白吗？八哥，死了死了你！老太太，只要你给皇军做事，钞票大大的用。嗯。嗯。哎，起来。嗯，走。 把侬的长官叫来啊！这是人做的地方嘛，做绝对不如阿拉是秘书主任，阿拉要抗议！抗议！戴俊超，你吵什么吵啊？啊！你给我老实点，小心我枪崩了你！好啊，侬有种就一枪崩了阿拉，吃的猪狗屎，做的破烂物，阿拉是不如死，阿拉看你们也就过过嘴瘾嘛。要看真的崩了阿拉，哼！你们上司能饶得了你们？ 你给我老实点！哎，你干嘛？又是把他打伤了？怎么像黄四你交代？我拜托你，跟个臭汉奸你计较什么？再说了，关叔节指示，在生活上还是尽量优待他。优待？怎么优待？这屋子确实是太破了，你们想办法整修一下，把这些家具再刷二漆。 先进去，我马上就跟进来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大鹏，啊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工匠找来了，请过来了，请过来了，已经进来了啊！啊，洋气买到了，买到了，可难买了，我托人家红发商号买到的。哦。 哎，那你这谁呀？那一个熟人。哦，行，走吧。啊。
克斯玛，你不是嫌这个地方太破烂了吗？那把你挪一挪，把这儿整修一下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挪一挪也要戴头套啊！起来，走。爸爸。哎，小敏，你怎么来了？奶奶被鬼子抓了。弟弟，快一点，不然死了算你！快，快一点，快！沈科长，我看肯定是抓戴遂昌的那帮鬼子干的。小鬼子送上门找死。小美走。哎，沈科长，你不能去，万一这是鬼子的奸计，声东击西，调虎离山呢。哎呀，对对对，只有蠢猪吃了亏才会不长记性。我去。哎，我拜托你啊，你去添乱还是帮忙啊？这样，你通知张连长，让他带上队伍去对付那帮鬼子。是，走。小心啊。好。快！追呀！快！出啥事儿了？别管他，先找到韩星说的那家诊所。走。怎么没什么情况？鬼子肯定在里面。来到福庆茶馆和花小姐见面，能否请动屠龙出手，成为他争夺戴遂昌行动的关键。您是花小姐？这有病吧？乌鸦先生。乌鸦先生，请坐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外号？没有屠龙不知道的事情。这么说，你是花小姐？屠龙有一件从不离身的信物，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，一串佛珠。屠龙每做掉一个知名人物，都要取他的眉心骨做一颗珠子。据说现在已有324颗。见到佛珠就如同见到他本人。数数多少颗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阿弥陀佛。哎呀，可这屠龙藏头缩尾不见人，胆子也太小了。难道他属老鼠的？个人有个人的难处，官府通缉，仇家追杀，屠龙不得不小心谨慎。乌鸦先生，你不也是缩头缩尾吗？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屠龙知道你请他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掉戴遂昌。这他也知道。不然你怎么能出那么高的价钱呢？
严格的说，应该是先救出戴遂昌，实在不行，再干掉他，咔啪都可以。哼，屠龙只杀人不救人，知道吗？那这样，我们负责救，屠龙负责杀，你看怎么样？开个价吧。这个，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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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什么看？再看老子忘了你的眼睛，还躲！都给老子站住！有仇家花钱买仇家的脑袋，跟你们没关系。